了世界。找了你好多年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还有机会选择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见你。没关系，我找到了莲子，她可以净化你。莲子。清源派的派训是什么？拯救苍生，匡扶正义。朱颜他是苍生中的一员，我们今日若是不救，怎么配得上修真者三个字？怎么配得上做清源之光呢？师兄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救。谢谢。有句话我要和你说清楚，朱颜他是凡人。一旦驱散他体内的邪恶灵气，他可能会迅速变老，甚至死亡。吴梦，你干什么你？谭谭，我用尽心机想要这颗莲子，就是希望能和他厮守。现在这个结果，我不能接受，他不能死。吴梦，你看清楚，朱颜他的魔性早就超过了人性。你如果这么放任他的话，
只会让他祸害更多的人。太强了，我一个人的法术驱散不了。我第一次碰到莲子的时候就筑基了，第二次碰到莲子就用上金丹气。难道我每次碰到莲子都……师兄，你快把莲子给我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我……只要你也喜欢我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为什么每次碰到莲子都会出现一些画面？胡梦，你相信我。的东西，你说过。这面镜子，你以后随身带着，就当这镜子是我。以后你在照镜子的时候，就都是我在看你了。所以不管去哪，不管做什么，我都把它带在身边。你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想，只要得到成仙。延长寿命，这样就可以生生世世地陪你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修炼入了我，为什么自己给毁了？都怪我，当初要不是我执意离开你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小狐狸，不怪你。你看，我现在还能看到你，能听到你的声音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我都老了，而你还是回到了我身边，我们也算白头偕老了，对吗？小狐狸，别哭，你以后。要好好的活着，听话。我答应你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做你的小狐狸，好吗？我就做烤鸡给你吃，你还要给我做铜鸡。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，一起去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。Oh, my God.
虎墨还在里面，他会不会想不开呀？师兄，我要去看看他。我也要一起去。嗯，算了，给胡梦一点空间吧。朱颜让他好好活下去，他不会做傻事的。你不懂，你不知道女孩子对感情看得有多重要。我一定要去看看他。胡梦，我原本以为自己的生命很长，没想到在他离开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现在不仅要为了自己而活下去，更要为了他而活。你不是答应了朱颜，来生还要做他的小狐狸吗？到时候他要是失忆了，还得靠你去找他。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固执，我们是不是也不会错过那么多年？红梦，既然已经对不起他了，你更要按他说的话去做，不是吗？有时候错过就是一辈子，所以如果心中有爱，就一定要大声说出来。洗脚阁，这什么地方？竟然还敢草菅人命！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洗脚阁呢，奇怪啊。别鲁莽，这里面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。是啊，这里看起来不简单，进去可能会有危险。听话。好，听你的。哎，坦坦，你现在居然都听人劝了呀？你别胡说八道。我哪有？燕雪老夫知道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应该跟莲子有关吧？我没有感受到莲子的气息。我感觉到，这个起脚阁是做……我饿了。哎呀妈，老叔，你快点的呀！快说呀你！我这不是想着呢吗？那哪儿不是？快想！每次都是这样。这，得让我一篇一篇想啊！菜都齐了。哎，吃饭吃饭。孟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还要麻烦你。你们也帮了我很多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是。哎。哎，豆腐婶，你来一个。不吃我来。吃吃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，你快说啊！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要知道，这个齐小阁，它是一个地下的黑市交易市场，它这里可以交易很多的珠宝，还有法器，甚至是消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那里会有其他莲子的消息？一定有，而且比这个那谁啊，他嘛，那个什么连锁客栈是吧？知道的消息可多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吧，走。坐下，坐下。干嘛呀？你可以去，但是我怕你回不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那奇巧阁里的人心呐，黑得很，而且机关重重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除了给人家碎尘捣乱以外，一无是处。我这哪是捣乱？我现在已经是个正经的修真者了。再说，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危险，我怎么能让师兄自己一个人去？师兄，你说是吧？我说前辈说的对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。绝对不行！这个事情没得商量。雪姨，快猛，看好他。是啊，你去他会分心的。好的，大师兄。雪姨，你这个叛徒，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别！师兄，你看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欺负我，你都不帮我。坦坦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撒娇呢？我，啊！我好收拾你！别！过来，过来！
梦姐姐，公子，去找七巧阁老板，告诉他崔晨身上有莲子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在照顾红梦吗？嗯，花梦说梦姐姐没什么事了，吃个药，多喝点水，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那，你回去睡觉啊，在这里守了一夜，眼睛都熬红了。我这不是怕你跑了吗？哦，你真的在这儿守了一夜？嗯。嗯，你去哪儿？去给病号熬点粥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看你怎么把我甩掉！也不知道阿秋去哪儿了，一大早就不见人。男人专心做事的时候，真有魅力呀。好了。嗯。什么呀？给胡梦做的粥好了，赶紧给他送去。你该不会要背着我去乞巧阁吧？有可能。不行，必须得带上我一起。这里面加了怀蒙给胡梦开的药，赶紧给他送去。那行，你不准偷偷背着我去。知道了。别忘了，待会儿练功。胡梦，怀猛不是让你多休息吗？你怎么又起来了？我可是金面狐狸，身体早没事了。你过来，坐。那也得把这个给喝了，这可是师兄做的，我都没有。你看我干嘛呀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你喜欢他？对啊。不过，你干嘛突然间问这个？那他知道吗？嗯，不知道哎。不过我跟他是姻缘顶算的命定情侣，他应该知道吧？什么叫应不应该啊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就让他知道。嗯。情感教室，请开始吧。首先，一定要大胆试探。如果他没有表现出反感，就表白；如果他拒绝你，你就小白花上身。对不起，爱你，我错了。学一下。哦，我会。来，你帮我拿一下啊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呀！嗯，给。然后，一步三回头的委屈离开。这个我也会。一步三回头。啊！天哪，又错了。嗯。然后呢？嗯。如果他追上你了，你们就完美大结局；他没追，你就反过来继续追，直到追上为止。然后呢？记住，坚持。好，那我去了啊。嗯。谭谭。嗯。加油，不要像我一样错过了才知道后悔。嗯。
赶紧练剑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无论哪一个角度看。都般配。我好羡慕他哦，我也好想有个人陪我一起练呀。妈呀，雪姨，你就一鸽子，你能拿了剑吗？还跟别人一起练，太找笑了。我上去了。老叔啊，雪姨走了。怎么走的？跺着脚走的。追。哦，雪姨，我雪姨。你为啥生气啊？我为什么生气你都不知道？我算，那，不管什么事儿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什么叫都是你的错？啊，那你就当我没生气吧。哎，别，那你不想练剑吗？我教你耍剑。哎呦，不是因为这个。那你为啥呀？你就是块木头，我不想跟你说了。雪姨，女人往往就是这么复杂。哦，说可以，就是不可以；说不可以呀，就是可以。哎呀妈，这么复杂说。老夫也是参了5000年呀。那结论是啥呀？没参通。哦，可我应该咋做呢？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。啊，带他去市集。啊，他喜欢什么？就给他买什么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呀妈呀！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嗯，跑着去。嗯呢。哎，太好了。哎，老夫的凡间记事录啊，又多了一笔感情啊。西兰花之咒的后果，老夫忘了一件大事啊。吴梦说要大胆试探，怎么算试探？怎么算大胆啊？哎，好难啊！林又没有错，干嘛跟他过不去？擦擦汗。大胆试探，大胆试探。大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齐小哥的事。啊，你这个事情不重要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说。我是南明的情侣。是我太直接了吗？吓到他了？对于我是命定情侣这个事情，有这么不能接受吗？哎呀，不对啊，他这个万年冰块脸，就算内心高兴的不行，也是长这个样子啊。可是，这种一点变化也没有，也不对啊。为什么不说话呀？现在找莲子最重要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齐小哥的事没得商量，你不许去。我偏要去，这事也没得商量。
雪衣，你喜欢啥玩意儿随便买，我都买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嗯呐，我说的。那你别后悔。我才不后悔呢，只要你能消气儿。算了，我不买。啊？哎，不，你等会儿。来，站那儿，你必须得买。啊？老叔说过，只要是给你买，你就会开心。不是，子能大寿都5000岁了，还是个单身呢，他说的话你也能信啊？哎，雪姨，站那儿，你到底要咋样啊？就简单单的说一句，我喜欢你，就这么难吗？别再跟着晃了，安心坐下吃饭，我暂时不跑。哼，我才不信。哎呀，坐下。怎么，怕我下毒啊？我是怕你给我下瞌睡药。下药这种事是师妹的专利，师兄我可办不到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人，这都多久以前的事了，你还提？再说当时那个粥你不是也没吃吗？是没吃啊，可是已经在这里造成伤害了。哎，你站住！哎，能不能把鞋穿好？老冒冒失失的。那，你嫌我冒冒失失的，你去哪儿都带着我吗？就像你救的那个样子。哎，这次真的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听话。你给我回来！我不准动。那个，这是买给你们的礼物。那个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，就没给你们。你们在一起，我还有礼物收啊！子萌、胡萌，快收礼物了！平时看你傻傻的，没想到比坦坦强啊！是啊，不像有些人不通世故哈。不通世故不可怕，你看看怀萌。啊？可怕的是那些装听不到的人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怎么大叔呢？怎么还没起啊？我刚才去他屋里给他送礼物，他不在啊。你们昨晚没叫着他吗？没有啊。啊！完了！我昨天生气出去，忘了子萌大叔了，他会跑去哪儿啊？雪姨别急，子萌大叔他可是5000岁的蛤蟆精。他最近可忘事了，我怕他找不着回来的路啊。等什么找啊？找啊，走。天哪！不急事啊，急事！雪姨，胡梦，崔秀，这是怎么了？子萌丢了啊！我刚刚看到子萌在树下休息啊。我说呢，我去找他。哎，等，崔秀。崔秀，这张拜帖可以让你顺利进入七巧阁。你消失这两天，不会就是为了这张拜帖吧？啊，对。多谢。等，我有个要求，这七巧阁异常危险，你别带坦坦去吧。放心，我自然是不会带坦坦去的。谢了，把子萌带回来。叔，搁哪呢？叔，子萌叔，子萌大叔，你醒醒啊！子萌大叔，怀萌，哎。这儿，你快看看，子萌大叔没事吧？哎呀妈呀，没啥事儿，他就是睡着了。你们在这干嘛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这一晚上都去哪儿了？让我们一通好找。没事干嘛，溜溜达达。
我睡着了。薰衣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大叔丢了呢？吓死我了！没事，宝贝，怎么大叔好得很呢？啊，不能不能，你看怎么大叔好不好？薰衣，这书不找着了吗？别哭啊啊，乖。一股恋爱的酸臭。我师兄呢？那边去了。哎呀，果然背着我去。你们照顾好子墨大叔，我去找师兄。嗯呢。坦坦呢？啊，坦坦呢？那边去了。那边。走啊，叔。走。啊，回来了。凤宝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能进七小阁。少管我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少城主，你只是个守城的。你在这里观察两天了，里面有多危险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跟踪我。是。你。世人都想集齐七颗莲子，召唤乾坤之力。他们凭什么把莲子的信息给你？你又拿什么跟他们交换？凤宝，一百多年了，回家吧。哪还有家？我爹跟我妹妹都已经不在了。可我还有城里的百姓，都在等你。我帮你守了一百多年，你也是时候回去，承担你少城主的责任了。你看到了，他还活着，我妹妹她还活着。凤宝，你清醒一点，他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形神俱灭了。那我更要集齐七颗莲子，我要我爹和我妹妹都活着回来。拜帖。啊，拜帖？哪里来的野丫头，连拜帖都不知道就敢进齐小阁？我也是来做交易的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好大的口气！你来之前没打听过吗？没有拜帖就敢闯齐小阁的人都得死。等等。